0.28，身高1.88米，体重97斤，一下你的脑海中就勾勒出他什么样子了，好吧？然后接下来，因为青少年开始，很多人什么这些问题，感觉影响阴茎发育，啊，其实当然跟这可能未必有关系啊，可能更多的时候还是自己长的这个样子，然后去测，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呢，因为这些人通常会有些心理负担，所以或多或少对他们的这种感受啊，也有点影响。个人诉求是吧？个人问题，感觉精力不佳，好吧？然后的话呢，这个都影响了，好吧？人家这些问题的话呢，你大马路上，其实很多人都有，但是呢，你可能人家不会和你说，他们只会和他们信得过的专家去说，对吧？当然，在座的我们各位老师，对吧？如果在当地，哎，充分的跟当地的病人沟通好，对吧？哎，你让大家能够对你有了解，当地病人不一定非要来北京的。对吧？然后当地沟通好之后，他们也会和你说啊，我要想解决这些问题，对吧？你看看他的，你看人家看过之后，文章之后，我希望进行的术式：第一，阴茎体不能增大，增加阴茎体大小；第二，龟头增大，增加龟头大小。你看，特别明确。第三，包皮环切，是吧？第四，下腹部吸脂，因为他看了之后啊，他觉得下腹部脂肪，哎，这脂肪垫厚会有一些问题，然后。看第三部分，改善一下效果，看到没有？粗度、长度相对便捷、安全。然后的话呢，知道天赋不好，希望呢，哎，多一些增大运动数。人家非常的明确，这是很多人啊看过知乎、看过微博、看过视频，一下思路很清晰，好吧？我也非常敬佩这样的人。哎，把照片发过来，照片发过来之后的话呢，你会发现，到时候的话我会跟大家讲，是吧？啊。好不好做呀？你觉得这些？你觉得就像他，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。就像他这样的，你觉得怎么变就好看了，他就满意了？嗯，陈大夫，这个进修最久，你先说。他这个，首先他这个不是很胖，不是很胖。然后那个，你说他那个也没有明显的隐性阴茎的问题啊，他是包皮过长，是。包茎，他要做包茎，首先包皮环切肯定得做。嗯，包皮环切做的话，他希望增粗增大，但是要玻尿酸增大更粗嘛。然后那个龟头他希望增大的话，可以打玻尿酸。然后那个阴茎根部的话，就是什么肉毒素还能够延长，然后在术后术后再进行牵拉，可能也改善他这个大小嘛、长度，你看都应该都可以有所改善。嗯。反正不管三七二一，把所有招都用上，是吗？因为主要只有他，他的期望特别多。嗯，他们列出一条、两三条，一个粗，再一个龟头，希望更大。嗯，再一个的话，看他稍微这个阴茎啊，伸出了，不是很长，然后可以用点那个肉毒素，应该改善会更好一些。嗯，虽然他们有直接提出来啊，需要增长多少，但是我这样会好。嗯，对，其实呢，不同的人呀、他这个做起来的难度是不一样的，好吧？说哪些是容易的呀？我给大家看看哪些容易的啊，然后你们一下就能知道说外国那些人做起来有多容易了，好吧？你看中国这边做起来有多难了，哎，你看外国这些啊，能看得出来吧？哈。说外国的这一个，感觉这就很多人，第一啊，他们很多人做过包皮环切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一个，看见没有？好多人做过包皮环切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是很多外国人最常见的状态。第二，你看他们那些外国人啊，很多时候他是垂下来的，看见没有？回缩的不多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呢，你从他的这个腹壁的上看，腹壁回缩的呀。比较少，腹壁筋膜张力大的少，对不对？这些呢，外人看不出来。咱们说进修这么长时间了，看没有？你看它垂下来的很多，对吧？你们我发给你们过，你自很多时候不说，你们觉得好像，哎，一说好像是真是这么回事，对吧？这是很多外国人。你说中国人像这种比例的，我做这么多啊，20%、30%，也就这样。垂下来多是不是可操作的区域就大一点？啊，对啊，因为你的回缩少，
对吧？你的接下来的话呢，这你而且做个包皮了，你直接打就完了。所以很多外国人他们做很简单，你都不需要操什么心。但是你看中国的，你就看刚才咱们是吧？哎呀天哪，很多都是这样的，对吧？来了之后又，哎，他不是说不能做，他那个你想他能实现像人家那么垂下来吗？他不是，他又有比较大的这种腹肌筋膜张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看他的很多时候呢，这个有的人啊，这个阴囊还特别靠前给支棱起来了，对吧？他都没法垂下来，包皮还长。然后呢，好多人在没有特别这个这种概念的情况下，他觉得我的真正长度是从包皮外口到这儿，看到没有？你看要这么算，我这个长度啊得有7公分呢，好吧？他觉得，你看我以前做之前7公分呢，接下来你把包皮一切，结果呢，他得从这儿开始包皮外口了，那个尿道口了嘛，一算，哎呦，变成5公分了。还做了包皮之后还短了，对吧？哎，他就老觉得，哎呀，那都做了还没以前长呢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看他这样的，因为一看就是这是冠状沟，对吧？真正的包皮尿道口在这儿，然后呢，他有回缩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啊，你真要想说做成像刚才外国人那个样子，还真不太好做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得跟病人说清楚，好吧？这样的做完之后，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实现什么样的效果？那陈大夫说的挺对的，他老有回缩，我们需要用肉毒素加牵引，让他别老回缩。他包皮长，对吧？我们确实有包皮长之后解决这样的问题。然后的话呢，他的阴茎体向粗，我们呢应该告诉他，你这个不太适合特别粗，别搞特别粗，他就会显得很短。就我们稍微粗一些。然后呢，再配合着牵引，让它长一些，这样才能实现它的情况下改善一些。你想改善成人家刚才那个样子，那就不行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说，哎，我们怎样才能去这个术前术后去跟它对比一下？那么如果不讲这些，对吧？比如小张大夫今天没来，他可能就去哪看，人家说都引起阴茎，他这样的人给人做了一个，做完之后的话呢，人家也未必真的满意，对吧？包括。我有些时候还会跟人说，你这个人啊，你要想说防止回缩，包皮凸到固定啊，也是一个方法。但是凸到固定的话，毕竟创伤稍大一些，你是否能够忍受？比如说有一些阴茎勃起牵拉感，早期的是吧？牵拉感，然后缝合线断了之后，可能还会有些回缩，就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，就是你会遇到哪些问题，这也是到时候要跟大家考虑的。大家是不是看一看？哎呀，这样的情况。有些头就大了，是吧？跟人家外国人一比，这就没法弄，是吧？不好弄，好吧？评估倒是没问题，对吧？都你看人平，但你要跟他设计好，这也是以后要跟大家说的，如何去设计，设计成什么样子，对吧？如果脱脱固定的话，他那两根线嘛，他一直就在那个地方嘛，还是不，那个两根线大概术后一到1个半月左右他就断了，对，断了之后。它呢会回缩一些，比以前比术后早期会回缩一些，但是会比不做手术强一些。但是如果你的腹壁筋膜张力特别大，光靠这点也不够。那1-2个月它会不会有不舒服感啊？那就是啊，就是它在这1-2个月之内，它在夜间勃起的时候，它会觉得有牵拉感的。那个线而且一直在那个地方，断了之后就没事了。那就得实验。